这家正福伯我们上次来吃过，这边是竹围渔港的那个产销中心。哦，二楼，好吧，二楼熟食区，我们要先去吃。来，下次呀。你看，你妈妈呢？后面。对啊，妈妈要不要吃这边？我们就先吃了，来。想，那你最爱吃海鲜的小孩，他把所有东西，所有的海鲜都把它啃得很干净。你看这个现在在吃蟹脚，我们吃饱喝足，吃饱喝足了，准备闪人。来结账吧，来结账，对，来结账，我们一起来结账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再见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鱼跟螃蟹，这边有很鱼跟螃蟹。好，你看好多石斑鱼哦，诺阿姨，这应该就是我们刚刚吃的那个诺阿姨。来，我们往前，那鹅啊，鱼鹅啊，我们看前面活的，我们刚刚吃的凤螺，对。这是什么？等一下问他。花枝皮哦。哦，海香菇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我们刚刚吃的沙姆已经都被点光了，现在变虾子了。我们刚刚已经没了，没有沙姆了，剩沙公。还有龙虾。对，这个就是波士顿龙虾，你看它的螯好大只。新冠肺炎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进去的时候都要量体温。来来，我们来量体温。哦，今天人很多，非常多，都挤在这里。对，然后来排队慢慢进去看。我们一进来看到的第一摊就是卖生鱼片的摊位。
他有收农游券，可是现在农游券是不是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来，我们走这边。石斑一斤300，龙虎斑。红条，啊，这边就是好多虾跟螃蟹这一摊啊，好多虾。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，半斤这样才100-125 ，OK OK。啊，那个是白虾，人家你看人家都买那个，人家都买那个，对，白虾呢，人家不贵不贵不贵，而且是大只的，可以啊。泰国虾啊啊？晚上啊，就烫虾子啊，烫的就可以吃了，随便当零食吃也很好。对啊，就买啊，买个泰国虾，一斤很少哦，买一斤半还是多少？这跟上面这个沙虾什么不一样？这个是活的。哦，对哈，活的，对对对，一个活的。这个是活的沙虾，350，然后这边是死掉的，250。我们再往前走，再往前走。马祖的蛋菜，好，马祖的蛋菜，你看蛋菜一斤150，蛋菜要不要海瓜子哦？海瓜子，它是大颗的，跟我们刚刚吃的差不多。海瓜子230，这个海瓜子。买一送一。现在也很多这个海拔海瓜子，就刚刚那摊吗？螃蟹都是这样，对，有蛋香鱼，对。海瓜子，这边也是啊，招大海瓜子啊，凤螺，就我们刚吃的啊。我看反而是大闸蟹啊，大闸蟹没什么人买。好啊，海瓜子你要买多少？买个大概多少？一斤半好不好？大概一斤半好了，谢谢。你看他，人家会检查，有的会破掉的啊。没关系，对。他们这边卖的都比较，刚那个你看他沙虾也便宜啊。他这一摊吼，他的那个他的比较实在，你看他我们买海瓜子，他都会一直挑，会一直挑，挑到没有坏掉的海瓜子。这一摊叫做。23号摊位，对，螃蟹都在动。我来看这只。
这一摊因为人比较多，人手比较多，他会去挑的比较仔细啊。对，有了可能。老爸每一摊都这样挑。比较蛮仔细的、啊，蛮仔细的。好，这摊很在23号，23号的摊位。哦，他那边有一个沙虾，250块钱，250。这样子，我们这样子就差不多了，就晚餐就有着落了。你现在才中午哎，晚餐还早啊。对啊，所以还早啦。我要出去了，已经晚餐买好了。他这个是，他这个是喊的。这边是画鱼啊，来，哦，对啊，好多种鱼，鱼头、鲑鱼头，白带鱼啊，没有头尾头的，对。我们这边外面，我们已经出来了，外面我们上次好像是在这家买的。都可以，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啦。我们上次在这家买的、啊，可以买买完啊，买鱼丸，还有花枝丸呢，也有花枝丸，有花枝丸。鸡蛋一包150。对，鱼蛋。好便宜哦。要不要鱼蛋？然后再买花枝丸呢，还是什么？有花枝丸。招牌卖最好。对啊。200。啊，200，还是要买各一，要不要？各一，这样子好，这样子。350。好。伟伟来帮忙拿。现在他们。每一个人都拿了一袋，每一个人都拿了一袋。旁边是炸的海鲜，我们要不要来看看？炸的，好，谢谢哦，谢谢，好。来，旁边是那个炸的海鲜，有炸螃蟹，有炸柳叶鱼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回走了，我们现在往回走。好了，去买双胞胎啦。对啊，对啊。要不要买炸的？你们要不要买炸的？在这里啊，要走去哪？我一碗蛮多的啦，买一盒。是你要等我一下，你们要等我一下。在外面也都是海鲜餐厅，整排都是海鲜餐厅。嗯，都很多人。那我们是比较喜欢去那个渔港。楼上吃那个沙龙鱼来吃吗？不，那没有什么好吃的啊。我要加杯奶酪送五幺买幺块哦。咖啡买五送五幺买幺块。咖啡买五送五，那我们要谁要来这边拿？咖啡买五送五幺买幺块。来，我们去买双胞胎了，就结束了这一天的行程。这是深紫色还是黑色？我忘记了。我们现在要往回走去开车，那中间会经过一家卖双胞胎的，在前面，在这里，双胞胎，对，来，双胞胎到了。
这一家就是巴黎渡船头的双胞胎，对，是双胞胎。好，几个双胞胎可以带回去啊？带回去的，你要甜甜圈是不是？我要甜甜圈。嗯，我要双胞胎。两个双胞胎。30。好，那你呢？好嘞。哦，两个双胞胎，两个甜甜圈。然后呢？这样子就好了。60，谢谢。来。我们好，买好了，双胞胎买好了。我们要去停车，开停车场。飞机。对，这边机场嘛，机场附近。要去看飞机吗？可以啊。啊，不行啊，因为我们冷冻啦，那个。后面啊。我们要赶快回去冰。后面不是有箱子。我们要赶快回去冰，不行啊，那个还不行，因为我们没有，里面没有放结冰水啊。那里面有冰块啊，那里面有冰块。你刚我们刚买海瓜子，忘记跟他多要一些冰块，对不对？忘记了。对啊。海瓜子应该可以再跟他多要一些冰块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复兴航站，就是以前的复兴空厨的那个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复兴空厨的面包店，在机场附近的三明路，快到了，我们现在快到了。再开个2分钟吧，好像就在这里吧。右边啊，元凶。复兴空厨有没有看到？复兴空厨这里有美术馆。嗯，对啊。几点了？对。面很大。即将抵达位于右侧的复兴航站总店。好，进来看一下有卖什么。我好久没有来了，应该有6、7年、7、8年没有来这边买东西，买过面包。这个葱的好像蛮好吃的，葱的。对啊，这个他们应该也爱，他们应该爱。不过很大个哎。有吗？很大。有啦。可以啦，很大啦。他们你们要不要葱的这种有气势的？不要。我要这个。不要了，这个啊，这个。好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好，我要这个。我要这个。都要拿了。我们分着吃。哦，你们最爱的那个巧克力 ，OK 啦。好了，你帮妈妈弄开，帮妈妈拿开，帮妈妈弄开。我要这个，我要帮你。他们都最爱巧克力的。明太子，他等一下会来。不就诊明在医院吃。对啊。他吃这个。他等一下会来哦，他等一下那个明太子会来。法式蒜条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再来一个蒜的。他们都喜欢吃蒜的。对对对。他有热销这个欧克面包是那个啦，最卖最好的。哦，欧克面包，可是它的没有什么卖相，我觉得它是秒杀。来，我们来看妈妈的结账，我们来看这个。这旁边有那个用餐区，它就是弄得像那个登机闸口，哦，这边就像一个登机闸口一样。好凉哦。然后这边真的还蛮有趣的，可以坐在这边休息。对，哦，好，谢谢。